is what I need. Now if you wanna get the best of me. 你要讲这个是吗？哦，哎呦，默契哦。Welcome to Japan。呀，我们现在就在日本。用新相机拍又爽哦。啊，已经很久很久，我们距离我们上一次来日本已经也是 MCO 前呐、啊，好久好久，至少三年最少。啊，非常惨，我们刚刚才下机，我们昨晚四点半去机场到现在。对，我们去年飞机飞到这边是下午两三。整个很落魄。啊，我不一样，我有胡子遮瑕。哇，我什么都没有。我们这一次来日本哦，就看到我们在这个地铁站有新的东西，就是它已经装了这个安全的锁。为什么呢？我这样看是因为好像是很多人跳下去自杀是吗？我觉得很神奇，所以我想要看看它收起来的样子是怎样的。我们的车到了，有点好奇到底怎么打开。哦哦哦，是向上的，也是往上，我以为是往旁边。好先进哦。上车咯，上车咯。脚掰还要去扛行李哦，那我帮他拍，我还要扛两个行李哦，人生真累啊。不要再演戏可以吗？快点啊。哎呦，高级高级，来，这个工作要你来做。哎，可以锁密码哎，他想要用这个锁。下来吧，哎，有准备吗？超先进的，对，不用按了，然后再摆哦。那个瞬间，好巧。我们是气牌2A，就是这里的2A。主持人叫我这样按着，因为他要拍好要拍东西。9分钟走到我们的hotel，因为哦，来到日本已经预猜到了，就是一直走路，然后我的脚又掰开了，Oh my god！ 我想不到回去我一定会被那个医生骂的。耶，我们 meet 啦！这边 camera 比较好看。这个酒店好先进哦，为什么是自己 check in 的？还有朱明啊。真的好先进哦，自己 check in 哎。日本的酒店好小，我们就只有一个走廊，然后床就这样而已。厕所，我用10秒内就可以介绍完了。结束哦。你们的房间呢？你们看我们的房间。那就一样啦，一样，很小啊。这个是，可是你们至少还有的放行李。这边是那个马桶。哦，好好哦。好啦，没有啊，一样，差不多了。终于像个人样了。大概的遮一下瑕，然后擦个口红。今天的行程好像也没有太多，我们想说应该是吃个晚餐，然后买一些我们没有带到的日常用品，差不多今天就结束了。Grace 讲等一下要去吃一个猪排饭，在想我可以吃什么，因为我其实也不是很想吃炸猪排，应该那边有其他东西可以吃吧。给你们看我们现在的现状，噔噔，只有更小的一条路可以走。那 OK 啦，毕竟东京没有，不是东京，是日本都这样，日本的都酒店都小小的。我们这边变成我们那个放茶几啊、相机啊一堆的地方。给你们看一下酒店外面，酒店外面呢就是长这样，然后我们住12层哦，看我讲很高，哇，真的很高哎，哦。一脚软一下，哦呦！其实我们今天哦是早上7点的飞机，然后呢，我们不知道 ，OK， 飞到这边来大概2点多3点，坐一下那个地铁到5点，5点一个小时这样子到6点，现在是日本的8点，所以我觉得哇，我们这样子在通勤时间就已经用了几乎一整天了，所以大家坐早上的飞机是最好的，不然你来到这边了哦，什么店都关了。去吃晚餐，饿死了，饿了。我们要吃的是这家烘卡斯瓦口，哦，都是猪排。我叫了这个，然后大概67块马币，然后它有鱼，有两个奶油丸子，还有虾。我的食物终于到了，天哪！它还有汤，跟它完整。嗯，它炒碗真好好吃。
不一样的，给你们看超级迷你的蛤蜊。我们刚来到这个 Big Camera， 买了几个。他讲不可以打开呀、啊，你知道吗？拜拜。别说人家。你真的很烦呢、欸。口渴，我不可能回美下也喝的吗？日本就是有一个规则，就是你在他们的药妆店买东西啊，如果你是 tax free 的话，你就不能马上。你已经扣钱了。出来使用。对。讲 no 啊，妹妹。no 啊，妹妹。他追出来打你。对，还要装啊！我就打那个，他就跟我 no no no。对对对。他要打我。早安，我们七点八点就起来了。我们现在要去吃早餐。日本的天气现在超级无敌热，现在是31度，很热很热。给你们看，天空超级蓝。不知道你穿啥呀？一秒最新的 Basic T。六嘞，我们是穿一秒的。一秒，三二一秒。今天有点小小学院风。但你不学院了，是不是？你的年纪可以当老师了。你看我脚上的可爱吗？这鞋子我已经想要买很久，我终于拥有啊。我脚上的呢是 King 的鞋子。然后这次我们主要会来日本呢，也是因为有工作，后面3天是工作天，前面3天是我们 extend 的，所以后面3天呢，我们会去参加一个日本的 Fuji Rock Music Festival。可是 Kim 呢，就是邀请我们来参加这个 Music Festival 啦。我今天穿的是卡其色的，分享给你们看。这是出国的第一天，都会带一些假睫毛什么之类的。啊 ，after 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到我们早餐的地点呢。这是 Grace 有来过吃的 pancake， 他讲很好吃，我们就看看有多好吃。这 chocolate 感觉很好喝，感觉是很浓的。我是万年不变的 ice cream。Grace 讲的就是很好吃很好吃的 pancake。 Grace 讲这个 pancake 是一流的，一流，然后是一流打的。 It's amazing。 这是我 order 的 sourdough 还有 scramble egg。 这个就是那个 pancake， 是最火花的。我觉得它的 pancake 很纯啊，就是纯蛋清做的。这个人真的，他讲这个呢是很类似妈麦的一个酱料，没有，它跟妈妈一样，只是说它叫 Vegemite。Vegemite， 我想 try 一点点。那个很好吃，吃两下哎。你这水还是很浓厚。Oh my god！它就是麦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来麦麦是缠着面包，然后看一下我的 scramble egg。第一个吃，这间真的不错，历史咖啡。给你们看装方式怎么吃，饭田上面。哦，好好吃哦。然后我们走的时候发现，哦，这里好适合拍照哦，全部都是书架，很漂亮。然后我们现在吃完了，已经有3-4组人在这边排队哦，所以来的时候哦，尽量早，因为日本有一些文化比较 strict 一点的，就是不可以排到路人，所以我就是尽量的不要排到他，真的受不了，是那种刺痛。热，如果是夏天来的话，记得带雨伞，防晒要擦高高。我防晒是直接放在外面的，你看到吗？我的防晒。宿舍要撑伞了。没有，我的装备提升了，还有一个风扇，真的太热了，很刺痛。不热啊，不热啊。他这个人完全没有防晒，我们看晚上的时候。我脸有涂爆。大家没有在开玩笑，现在呢，日本是36度，好可怕啊！36度是什么概念？真的，哇，夏天不宜来日本哎，太热了。我们现在呢要打 Grab， 然后去到我们下一个景点。我们下一个景点是去开卡，那个是 Mario Kart， 不是 Mario Kart， 不想，但就是卡丁车。不一样的是，这里是走户外的，就是你可以跟着那种马路跟车一起走啊，是不是？没有，这个就是走在马路。很好玩哎，对对，主要是我们去晒太阳的。哇，我觉得那个很可怕。这个时候谁买呀？谁咯？为什么我们要选傍晚呢？没有，我记错了，我以为这边3点多就要夕阳了。不好看啊，来到日本是没有造型可言的，因为全部造型都会直接对。不过我们的车哇，很快，这个门是自动的。哇，我们终于坐车了。
Yeah. Okay. 我们到了 Monkey Cut， 哇，好多种类哦，这里都是外国人，没有，因为外国人都很爱晒太阳。It's true, it's true, yeah. Oh, then there's a lot of.我们穿这衣服会死掉，这还有很多那些 costume 啊 cosplay 这样的东西，还有帽子。其实这个卡需要国际驾照。呀、yeah, ，这个是我们在冰岛的时候申请的，刚好这次拍到用场。这个 go 卡还需要 passport， 但是他没有要看我们的那个护照。没有护照是护照是放交警那身上啊，交警、啊。手机也是不能带哦，完蛋了，完全不能拍 content。然后他这边的 costume 是 free 的，但是我没有要用，因为真的太热。然后呢，我们把包包放进楼哥里面。Brother， 做人家不要穿一些穿衣啊。我打算然后用这个来防晒。Here's to the good days, here's to the sorrows. This is a mistake. I know about tomorrow. I don't wanna fight no more, cause I don't feel the need no more. No, just wanna make it stop.Maybe it's something in the water, or maybe we just hit the end of the road. Right now it doesn't even matter. 哎，我们回来了。如果你们没有遮阳的话，就会像他这样；但你有遮阳，就会像我这样。我觉得很好笑的是，在我们半路的时候，蔡昌有 lose 掉我们的队伍啊。然后他带我们去到有三个景点，然后时长的话大概是多久啊？大概好像是一个小时这样子。你可以体验到，就是在路上哦，你可以跟车一起并走那种感觉，又紧张又怕这样。然后过红绿灯也是很紧张。我建议拿他们的那个 costume， 那 costume 有比较薄一点的外套。可以遮阳防晒一下，不然就像祖明这样，像黑炭。然后我建议大家哦，不要在就是下午这种太阳非常大的时候，我觉得最好的时间应该就是傍晚五六七点这样，就是半暗不暗，然后凉凉这样子，不像我们哇，真的是晒到没有朋友。好彩我有涂很多防晒，真的。来之前我补涂了一次防晒，又再加喷雾，所以我觉得我是没有变到很黑了。可是一定也是会黑，还是有一点变黑了啦。总结就是这个卡非常好吧，很推荐大家来。然后他还会帮我们拍照，可爱吗？我在里面我拿了一个比较长又薄的外套遮阳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在那个 cross road 那边，那个十字路口非常多人那边，他帮我们拍一张照留念。好玩吗？西北好玩。评价多高？你觉得你？我觉得一定要来体验。好玩吗？对，你觉得很好玩，可是那个太阳很热。Recommend 晚上。Yeah， 鲁明呢？好玩吗？可是眼睛会进沙。哦、oh, ，对。对，眼睛进沙，连你呼吸的时候会啃到前面的烟。对，那个拜。对的。OK， 这整个 ride 呢是一个人450马币，然后呢他会带我们去两个地方，一个是新竹布跟苏巴亚，这样子绕一个圈，然后再回来西布亚 ，sorry， 很难嘞，日文西布亚，还有多个地方是哈拉朱库。我们在小红书找了一间寿喜烧，就是沙布沙布，然后 try 看这个尼木拉，它好像著名的是那种牛肉网油，可是我有看到有 pork 啦，应该是可以吃的吧。Oh my god， 3600大概要100多马币 ，OK 嘛？应该是很厉害了，可是我觉得它是牛厉害啦，你看全部都是牛，就一个猪，里面还有纯猪的厉害啊。OK， 是啊 ，Let's go， OK， yes。我们不要吃饱了吗？祖明 ，Let's go。跟你讲，整个旅程其实走路已经很 OK 了，但是下楼梯哦，我怕排了我去留下。下楼梯真的很烦。我们的菜都上了，这是猪，还有我们的蔬菜啊，这个是我的魔芋。我觉得真的不够哎，肯定不够。我马上要再叫多两分的感觉单点。猪超嫩的，嫩到不行的那种。好吃吗？这个猪肉啊，是好吃。然后呢？但是有一个单词我听到 ，not the best for me 啦。啊、我有吃过更好吃的猪肉啊。真的吗？我很喜欢这种很嫩的，哎，味道很好吃。我们吃饱了，然后刚刚那一间呢？
我觉得它的肉是好吃，然后它的汤其实是清汤的那一种，推不推荐？其实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好吃的。然后它的那个蟹哦，其实也没有很好吃到哪里去，也不是很嫩啊，或者是特别新鲜啊、甜啊那一种也不是。然后酱料也是没有很特别的那种感觉，对 overall 我觉得蛮普的。如果以它的价钱来讲的话，有点小不值得啦。然后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新宿这里，我们想要去一个在七月多才新开的一个 shopping mall 这样的东西，它叫 Zero Tokyo， 感觉里面很好玩，有吃的啊，居酒屋啊，然后有一些打 game 的地方啊，它是一整栋的感觉，这样很好玩。这样我讲错了，我们现在要去的是 Tokyo Kabukicho Tower， 然后刚刚我念的那个 Zero Tokyo 是一个夜店来的。是你要等一下要去是吗？没有，今天星期二。不要， I cannot， 等一下我怕他们踩断我的脚。呀，它嘣嘣嘣的踩到我的脚。啊，它的这个很漂亮哎，它是新的一个地标，五月的时候才开张吧。难怪没有什么人。对，这个很新很新，它里面有那种电子游乐场啊，密室逃脱也有，电影院、餐厅、酒吧、居酒屋这些什么都有。哦，是四月开店，所以很新很新哦，是 after COVID 的事情。Tokyo Kabukicho Tower。哇，好日本哦，整个居酒屋的感觉，这里也蛮多次的。它这里呢是那种居酒屋餐厅，上面是电动的。有想要吃吗？我经过看什么？因为我们刚刚吃不是很饱。啊，很开心，感觉自己拍照超好看的。我们到二楼了，它的二楼就是 game 场。哎呀，扭蛋机耶，好久没有扭蛋了哦。我们看有什么好玩的好吗？哦，鬼灭嘞 ，One Piece， 好可爱。这是什么？可以帮我用一个猪吗？要玩。叫我玩。哎，它好好哦，它可以用这些直接玩呢。看一下可以 Visa， 他选歌也可以哦。哎，我们用他选歌试试看。可以耶，可以用他选歌直接玩呢，好先进哦，日本。叫哈。呀呀呀！叫，看没有，我是叫很准的，其实。其实很准呢。啊，耶，他的爪子。10块钱你包浆啊，这个没有，我觉得因为它的爪子刚刚故意的。别玩了，你看我钱。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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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他想不甘心，他要二甲，他想要拿。那更贵，这个11块钱。这一甲要11块哦，马币。我觉得你要弄倒他。弄倒，弄倒。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他可以，所以干脆把前面拉起来一点。知道嘞，感觉后面的话他会卡着。跟着他们就这样骗钱。第三次啊。我应该是夹很前面。是吗？他想我想要夹这里前面。喂。你回来这边，感觉加后面要加很后面。你试试啊！我希望你中。空姐，我的 ，My money。哦，第五次啊！哎哎哎哎！哇，很尖呢。就是哦，60块。OK， 100块拿来是划算。所以他现在要发前面先啊，因为他太靠近他不能打开。这个是我第七次哦，70多块哦。拉拉拉。哎，又差一点，77块马币啊。对啊，第八次啊。这样到88块，88块。哎哎，不给安暖人了。哇，蠢，他两次，然后直接空夹。你浪费一次啊！就我浪费了三次。喂。啊，那呢？90块呀，喂。最后一次啊！100块马币会不会加到呢？要。哇！一点点。我的心。这个人要11次啊！哎，买这个东西都不会白10块给你。有机会，有机会！有！啊！111块马币！哇！
去炫耀。我找到 skill 了，人家两次就中了，还有三盒。哇，很厉害耶，这弟弟。我们四个要跑这个马里奥卡丁车，我要选谁？我要。我要恐龙。大日子的东西，看这边还有一个直播的，大家好像在期待什么，我看不懂。他们的活动开始了。早安，大家，今天是第三天了，然后呢，我们现在要去吃一个早餐，是日本当地的早餐，我们去体验体验一下日本人到底在吃啥呀。然后呢，现在我们要做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要搭日本的巴士去到现场，因为那个巴士是最快到那个地方，我来看看我们成不成功。我们要搭的是社71 Senjoku Station， 我们的巴士到了。有这个 Ico Car 就会很方便，不管你要坐什么地铁、巴士都很方便。这第一次坐，哎，我觉得出国就会很喜欢搭他们的地铁跟搭他们的巴士。如果在亚洲啦，日本那种安全国家，我就很喜欢坐。我们只要坐两站就会到我们的地点，就是走路一分钟就可以到我们要吃的 Flux Cafe。哇，太方便了吧！我们一下车就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哦。虽然讲我们一下车的对面就是了，但是呢，还是要过斑马线。叮咚，开心！我们到了我们的 Plus Cafe for person. Can we sit inside there? Okay. 可以听不？哦。有人不是 OK 就是 Yes 这个当然要做这个啊，我们选这种团体就是包厢这样的。然后这个什么早食是日本的早餐哎，这个是 ES 的，这应该会吃。这几样？粥。啊，粥来了。Yes, a porridge. 我要这个。请问什么？对，我要吃 morning menu， 耶 ！White rice or brown rice？ Brown rice， brown rice， 太好了吧？因为很少地方会有糙米饭，很适合正在减脂的我。他们叫的这个是粥、蛋，还有这是猪肉吗？鸡肉。哇，你还是跑店超厉害的。怎样？就很健康，没有甜味。嗯，我帮他加某些很特别。想 try 一下这个粥，感觉会很好吃。你看你有谁会？很健康。我叫的这个是他们当地人会吃的早餐，这是糙米饭，日本早食。对，鱼蛋汤、味噌素，然后这些一些小菜跟什么蔬菜类，其实就是日本便当嘛。我也觉得算是日本便当。いただきます。它的鱼很好吃哎，但是有点腥啊。它的饭糙米饭哦，是那种 QQ 哎。它上面不是很糙米。我又吃很甜。Very healthy。忘记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的 OOTD， 我今天 OOTD 是清凉风。其实出国嘞，只要是夏天，我就很喜欢穿连身裙，因为呢很凉，整个都是很凉。这也是淘宝的哟，然后鞋子一样是 King 的，我觉得很 match， 所以我就这样。很百搭。我觉得今天蔡彩虹穿得很加分。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啊，我有一个病啊。什么？出国才会打扮的 big。对，他今天是我喜欢看到的穿搭。我喜欢男生穿宽宽的，然后他的裤子是淘宝的哈。哎，这是 Zara 是不是？还是？不要跟你讲， this is the best 裤子。鞋子是 Balenciaga。GSL。然后呢，他穿了这个。这上次韩国买啊，终于直接穿了。对 ，Diesel 啊 ，Diesel 这个是韩国，他这个项链是我的。他这个眼墨镜是那时候我们在韩国捐的模式买啊。如果大家看我 vlog 知道了。而且刚刚为什么都觉得好看，所以我就讲了，我们一定要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下觉得你像
啪啪这样啊，可是其实戴起来是很好看的。这个系列是什么了啊？ Bow 系列，然后哦，这个的，对，这个 logo 系列，它是 cross 了好像，真的很好看，就是那种叫什么、啊？这个风格叫什么？想不出每次看到吗？这个风格叫……那我懂啊，有这个风格名字。Y2K 男性的 Y2K， 注册到项链太好了，好看好看。然后呢，今天我们 plan 的行程，我们先会去几个中古店看一下中古包包，因为我想要买中古包包。然后看了大概三间，顺便跟大家来评价一下那三间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要搭地铁去我们的目的地啊！我觉得我要带。还想要带我的雨伞，我们要走14分钟，不可以没有雨伞。我在想，这是日本不啊？啊，恐怖超过1个小时多，一定是。你们不是喜欢吗？天哪，这里都可以遇到，哇，太巧了吧！因为我们要换好掉，已经认得出我们了。他看到你了，哇，这个很巧，哇哇，100分哦，竟然可以巧一个力哦，一个力哦，因为我们约好晚餐了。对。日本店大米啥都给抢了，这么多还在一个站。晚上见，晚上见。我们现在到的第一间中古店是 Amore， 就是啊，不知道怎么念。Amore。也很烦。然后呢，这一间其实昨天我们有过来一下子，可是要排队。哇 ，so far 可能因为才刚开，这边是11点才开门，所以还没有人来。目前这个中午店是我们看过最多货的，对，是最多货的。但是网络上有讲，这间是全部里面也算贵一点的，对，贵一点。可能关地比较好，空间比较好了。对，但是真的是很浓厚，我觉得比选料店还多。很多货，两间选料店可能没好多，我觉得。然后呢 ，Grace 跟祖明他们去别边逛，我们两个就自己逛，因为我们的目的很简单，我们就是要看中古包而已。所以现在我想要进去，然后也要问他们可不可以 shoot， 因为有些地方是不能 shoot 的。Can you use camera？Thank you. Yes， 可以 shoot。给你们看整个店的环境，哇，就是排排。天哪，好多好多货，什么货都会有。可是它的货比较偏新的嘞。对，它的货盒都是偏新，然后很难找到的那一种。这里还有一些首饰，哇，天哪，这里还有，哇，天哪，这只是一点点哦，它还有哦，这整个都是 Chanel 的。它其实有很多间分店，但是这一间在表参道的呢是只有卖 Chanel。其他店有 LV 那些，但是这一间店只是卖 Chanel 的吧。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好好哦。我要来找一下我要的双肩包，而且一看它的款型一直都很好。这个是牛仔的后背包，也是蛮好看很可爱，是我喜欢的那种四方形。这个好看耶，这个我也可以用耶。可是每次这种背哦，这个 size 啊，我就会觉得很像会很硬啊。不会，它就是要硬才好看。有时候我们已经逛完第一间店了，然后呢，第一间店确实真的很多好货。我们两个人呢，都各自看了一个包，也在我的 list 里面，而且它的货很新。它的货真的照顾得很好。因为我有朋友买到，那他们从日本还买啊，就是不知道很好 condition， 这个 condition 很好。这间店真的货很全，然后它一个包款有几种颜色选择。那主要是它东西肯定是很好了，对，照顾得很好。我刚看的要15000，然后你看的呢？也是15000。然后我的双肩包昨天看的是多少？也是17000啊，17000。天，我们现在来的第二间店叫 QOO Vintage， 然后是距离刚刚。Amore 啊，走过来两对面吧，然后这是另外一间店。这里呢，就是里面的环境，然后它有两层楼。这里的货比较多牌子，它不是主打一样，它是有 Chanel， 它的货更满。对，它是有 Chanel、Burberry、LV 也有啊，这些都有。这边的货很多，然后它是直接，这颗好美啊，这颗好美啊，这好大颗，35000。哎，12000吧，好像12000、23000吧。12000来讲，这个价格，这个大小是很划算的。但是它这个皮就比较简单，它设计很简单，其实它像一个好的拖背了。可是它是扁的，它好美啊，它颜色好美。然后它的包款啊，不管是它的包还是它整个店设计的风格哦，就是非常复古了。它不是那种照这系列牌，它是整个都是没有这些东西。我发现他收包款，老板有钱，那我奇奇怪怪也是他就会收。对，刚刚那间还是会收一些比较好卖的，比较 safe 一点。这个没，它有的双倍吗？没有，它只可以这样拿。
然后它这样拿就有点不太舒服，其实也是可以。这里呢还有一些耳环啊、钱包、首饰，然后这边有皮包，这一些好多好多东西啊。你们找的这样贵啊，各位，这个要30多钱。这个很漂亮哎。像店员讲啊，看到牛仔就不要看店。它的楼梯环境好好哦，很好看。我们现在要看的第三间呢，是其实昨天有经过的，叫 Casanova Vintage。所以我看到一个后背包，很喜欢，很喜欢。所以现在算是来消费了是吧？我再背多一次，我想要再背多一次。好的 ，Let's go。所以我看到的是这个。书生心心念念，他找后背包找了几个月、几年了？哎，没有，应该有一年了。这个店，基数跟 Jenny 有来哦。书生看别的包，因为还要买双肩包，就不是很空间线不是很好。我刚刚看的那个包包呢，其实它的锁的地方、扣的地方就是有少了一个螺丝，然后整个价钱大概弄到来17,000马币。如果我要去修理那个螺丝的话，要再多付一个1,000块马币，所以总共是用了18,000来买那一个包包。我到最后是没有买啦，可想而知，你看我的心情不是很美，因为我找了那一种的双肩包，复古已经找了很久，我又觉得19,000的话等于我买了一个新的 Gabelle 的价钱，然后我买了一个复古的包，它的扣又脱了，然后又没有螺丝，我觉得我会很不值得啦，对我来讲是一个很sad 的事情啊，我又不想要很冲动的去买一个包，所以我就放弃它了。你觉得我放弃的好吗？早就该放弃了啊，可是我是真的买一个有问题的东西。对啊，那是我真的很喜欢的，因为主要是但那件很好，因为 Jenny 跟吉叔有去过。对， Jenny 跟吉叔 GD 也有， Kim Kardashian 也有去过那一间。昨天还来吧，我跟他讲。对，他讲昨天才到哦。我觉得算了啦，我们下一次来日本再找啦。 OK， so far 最后这间店呢，可以三间 compare 啦，我还是比较喜欢 Amore的店，因为 Amore 的店哦 condition 是这三间里面是最好的，然后也不会有那种血血的皮啊。最后一间哦，它的 condition 其实是最不好的。我这样子看两个包啊，有两个包已经坏了，就是一个链脱了，有一个螺丝又没有，它是三间里面 condition 最不好办，很多名人会去办，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名人会去啊。第二间店就是中规中矩，看到的会有想要，会有喜欢，但是又不会想要下手的那种包，它的包款。然后第一间店是三个里面是最好的啦，虽然讲它的东西会比较贵，但是 condition 是真的好呀，就是给你们做一个参考，看你们要怎么样去选择，下次来日本的时候怎么选那个中古包的店啦。在日本走好干这样子，我在这叫大热天要穿两件衣服。Oh my god， 热死人！这边没下大衣服哎。我们等下会去吃酒楼这个沙布沙布，它整个 building 呢是在这个大应该 building 里。现在你们看，辛苦啊！在这边换衣服，还穿低喵的衣服。我们演全部都这么辛苦，但是还穿低喵的，给他力量 power。上力，你想要力量吗？想要力量就穿低喵的衣服 power。然后呢，这个沙布沙布呢是 Grace 他们来过讲很好吃的。然后那个沙布沙布是 free for 的，可以一直 refill 的肉啊、冰淇淋、哦。它是算人头哎。我们吃的这间沙布有沙布有，在国外真的好需要翻译啊，用谷歌翻译。它这里呢也是偏牛肉的，然后煮两个这样。它这么要撞我们，这样突然。把你挤过来这里，我们进到来了。然后呢，他是用 iPad 点餐，然后他会叫那个机器人送菜给我们。来交给我了。Yes， 很饿了。我现在手动的来拿一些自助的东西，它有白米饭，这个是什么？哦，这是有紫菜的饭，然后面啊，还有这里有很多的紫菜，然后还有冰沙这些。饮料，哎，我的天哪，有瓦粉，有瓦粉，我这里做瓦粉，还有冰淇淋，还有一些食物，还有它的酱料盘，哎，我觉得真的很划算，它还有瓦粉，有冰淇淋，它还有一些糕点可以弄。我看这东西，看它的药材呢，这么像拉沙的。我们点了四个汤，我很多菜也真的。虽然这个补费不便宜啊，一个人大概100马币，因为还有牛在里面。给一下，
哎呦，妈是哦。有咩？有一点哦。哎呦。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这棉花糖还有的吗？这没有了，所以我要加糖啊。是这样妹妹？哦，要管家姐。等一下，那个糖飞到我脸上。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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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哎呦，哎，加很多，加很多好处。你们看起来很爽哈。对呀，对。哇，好开心呢！你还记得什么糖是什么糖吗？哦，记得这个。就是那个药材，然后有什么高汤什么屁的，已经认不得了。Vicky， 他的生鱼片很薄，看不到了，完全没有厚度。我知道为什么是 free fall 了。日本应该没上面。哦，蛮好吃的，没有没有，没有，它肉是不错的。呀，我们吃饱晚餐了，我综合全部呢，我觉得呷哺呷哺自助的，我觉得很值得。它又可以一直一直 review 很多很多东西，连肉都可以一直 review。我们这样子吃到了一个人120马币，然后我一直吃它的 cereal 很好吃啊。总而言之，我是蛮推荐这一家的，所以你们可能想来的话，我就想要吃清淡一点的话，就可以来这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 cafe 呢，然后下面就是那个最繁忙的 crossing room， 但是我们没有要坐这边，只是来这边喝茶而已。我们现在就 check out 了，去下一家酒店。我们今天之后就是真的要工作了，今天我们要去下一家 King 为我们订的酒店。其实这个工作也算是完了。对，就是去 event 这种工作是最幸福的。我头发还没有弄好，什么都还没有弄好，因为我们今天 check out 哦，这个人。他讲12点，我很早就起来了，我9点就起来了，我要慢慢摸呀，剩下1个小时12:15，然后吓到，是11点要 check out， 我要气死了。我们四个人有1、2、3、4、5，为什么我的镜头又变雾啊？太热了。OK， 我的相机到现在还起雾，你要我怎么拍啊？到底发生什么事？耶、yeah, ，我的相机终于好了，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家酒店太冷了，所以它的镜头一直呈现那种雾气状态。我们刚刚已经把我们的 luggage 放进我们等一下住的酒店，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他们很不怕晒的嘞，我很怕黑。他们这样对吧？在那边拽出去。我防晒啊，全部东西都弄好了，我就是不能黑哦，因为我黑了很可怕，我黑了。很像很肮脏的，所以我一定要涂好防晒。今天的太阳太可怕了，今天35度哎，在日本那个药妆店买了一个爆冷的，然后就一直喷，很热。哇！我真的觉得涂脖子是最爽啊，涂脖子降热很快。右手 OK 啊！你看了一个，哎，很老气嘞，我都很活着。我们来到一兰拉面，他们很想吃。其实我们多一个礼拜就要吃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我们选了一个这个一个面，然后还是这样子慢慢操控，看你要加什么自己加。这个是我们的订单，我总共叫了1620跟200块的饭，因为我不想吃面，面太不能了，所以呢我叫的总共是1820，是30多40块，哦，这样总共叫60块，所以等一下会把我的面拿出来。我很喜欢吃面呢，我觉得我适合拍一个系列叫，我刚刚想要名字好了，夹缝中生存，就是在美食那么多美食中，我要怎么样的去 eat clean， 好难好难。耶，所以我叫了这个拉面拉饭，这个饭我叫小饭，然后肉啊菜蔬菜这些，所以等一下我会把这个面拿出来给常勇。对啊，我把我的面拿出来了，等一下要来给再常勇。好吃，加了啥？葱、饭还有蛋。哇，你很爱葱哎！天啊，我不行哎，葱，我不吃葱的。
谢谢我的朋友们帮我分担我的面，让我不浪费食物。对。谢谢你给我们面，你应该给我点葱。我刚刚应该要画葱给你，谢谢你。各位，我找到了一个想要送给你们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是限定的，然后只有在我这个元素本店这边限定。这个环保袋，然后呢它是一个日本的设计师，他叫 Tree， 他的品牌叫 Tree Coins。 然后我觉得这个小的这个形状比较好看，所以我要送给你们的是这个两个颜色，觉得很可爱。然后每次出国呢，我都会尽量的找一些日本柴油，然后又在你们生活上可以给到你们帮助的，是帮助吗？就是希望大家用多一点环保袋啦，就是不要再拿 plastic bag。 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杂货店，它也不是全部都是日本制造的，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商店这样子。它这里还有包货服务，所以我把全部东西包起来。这个是什么鬼？随便。没有跟大家介绍到我的 outfit， 我今天是全身白哦，非常适合我的相机。我们今天住的酒店呢，叫做 Hotel Domi Inn。我们现在处理一下 check in。What? No, okay. 没有早餐。你不要再亲他们了，他们不喜欢这种东西，脏东西他们不喜欢的。This is hotel service and free ramen. 哦，我是免费的。哦、ice cream also free. Yogurt also free. Free shampoo and free bar. Yeah. Yes. Can I go in?有公公了 ，beef tattoo， 因为刚主没有讲，日本是不能公校纹身去，所以呢，只要你有纹身呢，就不能爬去爬 big tower。很快耶，你见到 tattoo 哟。然后你需要用用这个 plaster 这样子粘，然后才可以上 OK 套罩。我们一出来电梯哦，哇，这里有书，漫画区，真的，可是这不是书。这是漫画，可是你看不懂，你要一个个翻译。这个贩卖机，哇，这个好厉害。然后这边是男生的 SPA， 然后那边是女生。对，我们在这一层。我第一次来到一个酒店的话是这样，然后这边是女汤，哇。那我们就住在二楼。我们今天住的房号是206。206。206。209。嘘，小声一点。可能不是，这是个家伙。等我爱，俺那第一个 luggage。叉烧烧卖，叉烧比较快。当，这是我们的房间。敲门。那个叫啊。嘿。哇。哇，这个门那位。哦，他一进来哦，就是有洗手盆、有冰箱这些，然后后面这个是衣橱 wardrobe， 然后呢，它有这个我 I think 是厕所。哇，这个门这么是这个设计。Brother， 你看这个门啊，你就看不到我哎。这边是我们的房间。对，这个大很多了。哇，也是好小哦。啊，也是算大了。至少我们还可以走路放行李了。这格局有点怪怪的。因为打开了一个大窗了，这样子的话采光超好的哇！而且他们那个窗口有做一个透明的东西，就是看不到看不到，而且那个光很美很松。昨天去看哦，它其实是有那个浴缸的。浴缸呢？好啦，我本来还想要买浴球的嘞，没有嘞，今天浴缸没有。So sad， 它的厕所就是这样。有一个马桶在外面，那我行李箱这个这样开啊？什么鬼？要钱吗？很好吗？关冷快一看。哇，你很会自我安慰。我们来看看他的冰箱是送什么。哦，谢谢。那是什么？I think 是那个哦，果冻。果冻。谢谢。哇，我们这里可以看到那个地铁，你没有看到吗？哇，这个人你发生什么事情在晒太阳？我以为很晒。你发生什么事情？我吓到。以为很舒服，结果超晒，超晒。我们现在聚集在 lobby， 然后我们约四点要去 King 的 garage， 可能去看一下有没有漂亮的鞋子啊那些的，看一下新品有什么好的。
现在在等他们来。这个人大名鼎鼎的 Tun Wei， 这个人脚肿的样子，还要来日本，就是要玩。耶、yeah, ，我们都到了。Can you say hi to my vlog？ Hi， he's you are from Indonesia， right？我们到了，我们等下会在这间来看我们的东西。我们进来了这一间。Konnichiwa。What do you need？ I want buy one free one can。I buy one free one cannot。OK， 这整个呢，就是 Skin 的鞋子都很 cute， 很可爱。哎呀，他的包包。So Skin 呢 ，usually 哦，他们会拿来。走步啊，走路，还有一些是否爬山鞋的。啊，快！啊，好可爱！这有男生的。哎，这个颜色很好看。这个，我喜欢这个。哎，这个颜色好看，超好看。嗯，好好看。温哥华，This is the garage. Like we have this in the garage in US. 这个是真的，他们会 spray water 在上面的。哇、wow, ，好酷！然后呢，这个鞋台呢，这鞋台是可以旋转，还可以 auto 一直转的吧？他们要给顾客用的话，就会停着。它就是像一个概念，就是寿司旋转概念的。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会参加的活动，就叫福吉龙。然后这一个鞋子这一款呢，就是 collaborate with 福吉龙的。它整个元素就是很可爱，蓝色的，然后还有一些点点。好可爱啊！那这边有鞋 ，Fuji Rock Festival。那这边还有小孩子的鞋子，超级 Q， 哇，很可爱，想生小孩了，想不想？你的表情不想乱乱 Q。这里还有其他的系列，就像是我们还有衣服、雨衣，还有这个口罩，整个系列都是 for Fuji Rock 的。天啊，阿珍看到这个会疯掉，他非常喜欢 Kin， 好 Q 啊，我很喜欢这种鞋子，拖鞋。然后我最初认识 Kin 是因为这双鞋子，是这双，这种鞋头的。你们想要购物了吗？好舒服、哦，这是拖鞋，高级拖鞋。哦，是。Nice is Kin， here is our shoes here， think this is mine。The smaller one. That looks big. Oh, this is mine. I saw my name, Susan. Thank you. No. 我要试我们的新鞋子啦。哇，看到我这鞋子。啊，很 cute 嘞。哎呀，不能太短了。没关系，这才 live。cute 吗？很可爱的颜色。我前面都在录 slow， 对，昨天都在拍 slow mo。哎呀，有像形象级就不一样啊，喜欢拍 slow mo。头好痛啊，现在。你这个也配 VO 讲故事了啊？我很 sad 现在。啊，这个故事教会你什么？拍影片要看 plan 呗。幸好我都有这个习惯。I'm new vlogger, newbie. OK， 他们这个男生上厕所就是这样子哎，他们男生上厕所就直接一个门罢了。这个人，但我们不是在那个厕所，然后可以一般折叠。想要认错人了。然后他开关开看，以为那个是Tun Wei，他就是开关开关哎，我天哪！然后你们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是Tun Wei。没有，我以为你真的是。不是他。我们以为你真的是屁孩到这样子哎。我没有这样大胆哎。哇，好清爽啊！他们天啊，好舒服哦，很热很热，很想下去，很想下去跟我们一起玩。然后这里呢，有些人在这边露营这样的感觉。他们讲就是，如果你没有hotel的话，你就在这边睡。好多人啊，超爆满的，大家都来这边占位置。我觉得这个活动哦，不为什么，我觉得很适合在马来西亚做，就是很大的空间啊，然后舞台啊又很大的场地，真的很适合哎。哎呀，如果马来西亚有这样的活动就好。
like 真的是 for camping 啊，大家在那边 chill。我们后面是乌云哎，完蛋喽！不要紧，我们有准备雨衣了，所以来这种地方是我万事俱备，现在直欠东风了。我们到 King 的 booth 了，这个鞋子超酷的，它就是上面一个这样模型，然后下面是 King 的鞋子，有各种各样的鞋子。哦，这种的呢就是 King 的 store 了，那你可以在这边买到周边啊、商品啊这些。OK。我们呢现在要去找周边，来买一下应景一景一下今年的周边。我们决定在这边小档口买食物。买什么？买什么？买手冻。我一直知道，我看到杨哥讲你要不要吃手冻。对，我要手冻。你要手冻啊？看到我们一起全裸泡汤分账。还有什么？手冻还有什么？多少手冻过？我们这边要18块马币。Oh my god！ 我才 realize 要18块一串的鸡肉串哎，这个手冻也要18块哦， oh， 很好哎。这边的话还有那种收卡的，只可以收卡。哦。只可以收看，怎么了？很骚啊！你们两个怎么？哇，感觉很好吃哎！18块，哇，这个21块，蛮正常啦，都是这个价钱。日本的食物其实基本上都蛮好吃，我也这样觉得。看起来很 juicy 啊，鸡哦。哦，好 good， 好 good， 好 good， 你看啊，没有自由女神，自由女神，棒啊！哎呦，好好吃哎，那肉超嫩的，棒啊！贵得值得了。哦，而且它肉很扎实。你不要拉扯一下我的肌肉串掉下来，很难咬啦！哎，走走走！嗯，新鲜，新鲜，但是它刷海绵都很好吃，咸咸的。我们在买周边，这些都是周边。我买了一个 merch， 它是 tower 来的，我要秀给你们看。哇！好看吗？富肌肉 Festival 2023啊，买过代表也来过了。呀， yeah， 我想说只要拿一个东西就好，不想花钱。现在呢，就是有点下毛毛雨，哇，晚上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回酒店，因为什么？你要大便。很痛肚子。Sis， can you help me pack my hair？ 没有 stylist 可以帮我 style 了头发。看到有。耶， yeah， 我最喜欢跟女生出门了。开心，我自己一直弄不到。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外面比我们的酒店还要凉。我现在打算睡外面 ，please， 我要睡在这个椅子吧。我们可以睡在这个椅子上面吗？对哦，很像云顶哦，很凉哦。啊，好舒服。我们那个酒店可以不要住吗？没有冷气的。对了，然后我们，哎，我要讲什么了啊？哎呦，脑袋坏掉了。蔡昌永竟然主动想要找我合照。对，我忘记掉我们要拍，显然不幸福、哦。天塌下来。对，我直接拍了，1、2、3。好了。被大家看我们怎样拍，显然不幸福。我们每次拍显然不幸福是开心的拍。好可爱，狗狗可以来的哟！耶， yeah， 大家忘记讲我的 outfit 今天是怎么穿。我的 outfit 也是地喵的哟。在你们看这个影片的时候，现在的当天呢是地喵，等一下8点就会 launch。那、yeah， 很好看，这个 baby blue， 我影片拍的是 baby pink， 然后我现在拍的是 baby blue。然后这个裙子呢是一个我很喜欢的，为什么我会带它来？它虽然其实是很厚，可是它是可拆卸的。给你们看一个 magic， 看到吗？这是可拆卸的，所以呢，等一下我一太热还是怎么样，我就可以把它拆开啊。这个是腹肌肉跟 King collaborate 的，可爱吧？完毕，很可爱耶！这个是晴天娃娃吗？好可爱哦！他们的号码牌是用扑克的，所以呢，你 order 好了，他会讲你的红心屋在这里，很 Q 嘞。我刚上了后面的厕所，我必须称赞一下，在这么多人的状态哦，然后厕所是很干净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真的很兴奋。也很开心，你知道来户外的厕所啊，这种流动性的厕所都是很肮脏吧，它真的很干净很干净。然后刚刚出来哦，就有看到他们这边的 campsite 哦，给你们看，就是他们分配到很好啊，这个只有女生可以使用， ladies only。
哇、wow, ，现在的夕阳西下超美的。我们现在呢找到一个位置坐了，我们想要就地就坐，我们就打算在这边听歌，看前面的荧幕。开始了。It's so good to be here. Where you go? 现在已经是完全天黑的状态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一直转场去到我们想要看的 show， 这样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Thank you. 哇！然后拿着这个牌，重点是只有这个就要拿嘛。所以我们俩第二个还要 pass 给最后一个 end of line， 好可爱哦。我们想要买这个河豚来吃，哇，好看就好了。哦， OK， 因为这边哦很少有地方可以，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带椅子，然后也很少地方可以站着吃，我们就在一个舞台这里站着吃。我们的晚餐，来 try 一下这个猪肉片饭，闻到味道是很香的。嗯，我觉得有点浓了。哦，它饭是烧的，还有盐吗？可是它饭哦，弄到有点绵。It's okay， 有点像粥。最好是吗？十分给多少分？五分。哇，这么低啊！因为我不喜欢黏黏的饭。叫我期望变低，应该就好吃了，你看。一边吃一边听音乐，送你吃啊！你给评价三分，哈、啊，比我还低，没有多，多又咸又冷，那冷太多、啊，那冷太多不是我们的错，是他的错啊，对，耶、yeah, ，我们现在买了，刚才我买了一个很新颖的，哎，很特别的，它这个是 hot green tea with soju 啊 ，don't know 啦，日本的酒啦，而且它在冒烟 ，hot green tea Japanese soju， 很多 alcohol 已经。浓哦，味道没有，其实它不浓，它薄薄，可是味道哇特别耶，它 green tea 很薄，但它的酒精其实味道没有很重。哇，这边是做 interview， 这边做 interview， 你看它就是很重的酒精味。密密麻麻的都是人啊！走啊！我们今天是第二天的福州了。哇，你们穿情侣，你们恶心，哇，你们很不要脸呢，直接 Q 接餐。今天终于可以吃到酒店的早餐了，也我很兴奋，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吃早餐的人，你们也知道。大家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吃。然后我们现在都在排队拿食物吃。我现在才看到这一群人呢，我以为只有我们这里吧。天哪，我们是第一次吃日本的酒店早餐，我没想到也很像学校食堂早餐。你刚用的词不是这样子的，很像坐牢排队。我没坐过牢，我不懂啦。你看他们也放那个围栏在旁边，当兵也是这样吗？当兵啊，没有，去弄巴士也是这样的。我们先拿了餐盘，然后要自己拿自己的食物，还有盘子。而且那个 Q 很长，我要疯了。这轮真的吃咖喱饭了。它食物种类超级多的，那我们再吃啦。然后这是我的，我真的不懂要吃什么，吃啥呢？选择困难。它面包跟饭可以 refill 的，嗯，还是面包最好吃。反正面包很 Q 哎，很小，很小个，这么小个。现在蔡常永呢要为我们来演讲一段我们的饮食规则。Please place this card on the table after the dining. When you have finished dining, please hand this card to nearby staff member. Okay. You understand? Yes, I understand. Yeah. Okay. Please always carry any cash or valuables with you. Yes. With you. Yeah. That's all. That's it. That's all. Thank you. Good job. Good job.谢谢，要抢票，要抢票！哇，满满的
帐篷，我觉得我一定会被热醒，是我。你想要吗？不要，太热。有人帮我撑伞。我顶着大太阳。然后。想要为你撑伞，美女。哇，跟你们讲啊，在日本啊，美女多过韩国。美女帅哥都很多，很可口啊，这边的美女。我们现在要来这个 Charm 这里玩一个小游戏。它就是赌博。对啊。是玩游戏。就是赌博，因为你不一定会中了，就叫赌博。哦，感觉有事情。只要你玩呢，就可以拿到这个丝巾。但是你 Game Clear 的话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小椅子，露营椅子。付钱了，我们上当了。对，不会一直怂恿我们。他这样子玩一次是15块。我们来看看怎么玩。Three chance。哦，就是你要把这个球放进这个洞里面。Ready。好吧，小姐，慢慢慢慢。啊！好。Ready。我在这边等你。张伟伟，你要快点！张伟伟，你要快点！来，哎，其实一进就讲了啦。哦，再我挖到几次哦，这个。哎 ，Go。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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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啊！点点，再点点啊！这个游戏是要把那个东西弹射到这个洞里面，这个比较难的，我觉得。哦。哦。哦，这个根本就玩运气的。来，这场泳就是赌博心态，他又买了。我想要那个椅子，我也想要，可以我再玩一次嘛？再玩这个。不是我叫你们，不是我叫你们玩哦，我叫你们玩一次而已 ，OK？ 是你们自己要赌。赌博心态。好，我们玩这一次，我们就不玩了。丢，玩这一次就不玩了。我又不是你给钱。哎，他不敢答应我。我要赢那个五星棒哦，哎，几颗？你看。他们想要，我们真的很想要这个小椅子，真的很可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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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慢慢，是不是非常会积累了？慢点慢点。OK OK， 去抓抓。哇！你慢慢，你要 try 吗？啊，给啊给啊给啊。Thank you。我们现在呢，想要玩一个感觉很刺激的东西，它是一个超大型的溜滑梯，然后我们想要。try 玩玩看，感觉很好玩，给我们看，它就是巨型的滑梯，而且还是彩虹色的，不知道多少钱。带着开心的步伐向前走，这里呢一回是600日元，然后它其实写一个没有用的东西，再上回一样就是1800啦。600的话就是，反正不用管它多少次啊，18块马币一次，这样子滑下来，然后我们要玩两次。然后这个滑梯呢不是 for 腹肌肉的，是 for 这个。内巴酒店旅馆的，所以大家如果要住这里的话，是随时都可以玩的。这是我们的票啦，耶 ，4%， 哎，好可爱哦，他是坐着这个，我刚刚以为他是自己走上去的，哎，我还想说给了20块马币，要走上去也是很，对啊，呀，这个小孩子在慢慢爬上去，很 Q， 这东西其实很重一下嘞。跟你说，天气超级好的，而且现在刚好不晒。喜欢大自然。Let's go！ 他就这样下去啊。没有，它太快了。来来来，
完蛋了！我还要当书生，哪差点上去啊？我还要自己走下来，西北嘞！出事了，出事了！太快了！你脚怎么脚弄到的？他凹到这里。刚刚脚要伸出来了没？脚太长。应该是脚。不要脚太长，脚短的人没有高问题。我刚才脚完全腾空了。跟那个拍照，你要怎样拍？来 3, 2, 1，后面比较好看。Happy birthday to you， 哇，多好看！日本买到最好的东西了，它就是外滴秀，但是它是冰的，整个超级无敌凉。来，你可以直接，我会直接伸进里面尝。哎，可是里面擦了那个汗会不会有？没有，它就是擦了汗才会更凉。哇，这个椅子是我刚迎来的。你看，这小个，我很简了。西北小个，我的两个屁股坐住了吧？没有办法再躲，我的腿这边坐不了了。可以坐不下去。坐久了，屁股酸。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溪边玩，然后我的脚就不方便下水，因为刚刚在玩那个 rainbow 的时候不小心弄到了一下。他们讲这个冰哦是冷到很像全部冰块在你的脚上这样，然后这个 Joe 刚刚直接坐进水里面。这里是唯一可以感受到很凉的地方，很凉，因为它水很冷的话，风一吹的时候是很凉的。这是昨天我们没有来到的地方，里面很多小孩子，好像是给小孩子玩的地方的，就是一堆小孩子跟大人在里面，可能有一点玩具类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人打扮很 cute 哎，会热没？像荡秋千这样。这里还有 kids land， 就是 for 小孩子玩，还有旋转木马。我们呢？View of heaven， 它很 cute 嘞，这里的 design。这个人又要边跟别人走开去，哎，他是你朋友是吧？ Get to heaven， 我们到了 view of heaven。You feel like you are in heaven？ No， I'm in the hell。To the hell。我们打算在这里 picnic， 然后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椅子。我们 order 了猪排饭，还有一个是炸猪排饭，炸咖喱猪排饭。Better be worth it。那个蛋很美嘞，那个蛋是我喜欢的，抖一抖一。Yeah， 等等。哇，这个煮了好久。手动比砖好吃。早安，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们最后一天想说应该会比较chill一点，基本上前两天该玩的、该去的都已经去了。发现在日本买东西哦，有一个非常大的算困扰吗？因为他们很坚持跟你用日文讲话，你已经表示你听不懂，但是他们还是很坚持的跟你用日文，直到你明白为止。就是他们宁愿连比手画脚也不太愿意，就是一直在猜，不然就是引导他讲出正确的答案。对我来讲，有时候很 bad 才。等下我刚刚买了饮料，然后他就跟我讲，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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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就他再讲了一遍，噔噔噔噔噔，我就然后最后指那个袋子给我，是问我，你要袋子吗？他们很坚持。今天的天气依然超好，他们在一个地方等我。我们又来了，这次怎样？这次一定要赢，给你们看。Let's go！ 你很搞笑。好，我只给我自己玩两次的机会，我不会再买啊。为了这个露营椅呢，书生又来拿来玩了。
慢慢。OK， 慢。3, 2, 1, go！ 风来吧！哦，是真的有风，是真的有风。给完一场。3, 2, 1, go！ 哇！加油！超一次！哎，所以算我们这次有了。我不要了，我已经讲了，我只买一次，我就不买了。OK。OK。没啦，有了啦。没关系，是我的钱。我感觉我射完快的嘞。哎呦 ！Go！快！是不是觉得我的 skill 很厉害一下？差一点点。我们在这个 Kidland 买了吹泡泡机，还有一些糖果。你这么好听声音，老人家声音，还有一些糖果。大家可以来这个拍照，可以跟我的镜头说嗨。Hello。我有一些的呀，香港的朋友。好厉害，你的中文啊！谢谢。来过马来西亚吗？马来西亚啊，没有。你下次可以来玩，过来马来西亚玩。Trevor，可以看见。Did you Malaysia and？ 啊 ，Sure。Yeah。可以呀，可以带我到店里。我们现在来到了那个小溪，因为男生们他们想要下水玩，是真的下水哦。我的话，我就来泡脚而已，希望可以把我的那个脚泡动一点，让它不要那么肿。我们又过来了，啊，准备好了。去那边。去吧，他们现在很冷，不敢下去。他们冷到痛那种吗？祖明有后悔吗？暂时还没有。下去啊，可能。快点，做个男子汉！下去了，没有这么痛了。Good job！ 哇 ，Joe will be proud of you。落花河桃，哦，哇，哎，很爽哎，啊，好冷。这根本是站在冰上，啊，超冷啊！要吃了，真的，我第一次一样痛苦。他们好疯狂啊！我不要玩这种游戏。医生一定觉得我很乖，因为我有冰敷。玩水的下场了，现在慢慢上去啊。是这个太斜了，我的脚凹。你穿了 King 的爬山鞋，应该很容易爬。哎，是真的很抓地耶。哎，而且我是下水哦，西北好走。对，完全就是不会那种。对呀。很搞笑，我们撑着伞吃东西。太少了，各位，现在是下午一两点。很好看，很干净，很干净。苏生，自己处理垃圾哦。这边很好的是哦，它每一站都会有这个垃圾分类，而且分类是很严格，很干净，很严格。Super size， 很窄。我看还在找怎么丢，因为它真的很细。它竟然那个保特瓶哦，它的那个 plastic 包装都拆下来。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你来酒店了，日本的。这个礼拜就到此结束了，明天呢早上8点就要回去东京上飞机飞回马来西亚。对啊，就是呢 giveaway 怎么参加，一样在影片下面留言，然后记得放你的 IG 名字，好让我找得到你。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然后分享这次影片，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OK， 日本的 Susan Diary 就在这里结束了，拜。